反车载载工程车左转要上桥，但是转弯时离心力，工程车翻落，侧翻在路上，司机也发现了，赶紧停车。后方的轿车还好车速不快，没有受到波及，赶紧绕了过去。这是云林斗六省道台一丁线星光路桥前面，工程车是要刨除柏油路面的。车辆体积吨位庞大，出动了两部大型吊车处理善后，得先把它翻正，重新复位上车再走。警方现场协助交通警戒，还好车流不多，绕道而行，并未回堵阻塞。事发在26号上午9点多，板车载着工程车准备施工，但是没有固定好，没能抵达现场，一转弯就出事了。未能妥适捆绑，导致破堵机翻落，车道意外，所幸无人受伤，驾驶人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8000元。